有冇一刻喺度會諗？都諗啊，有嘅。今集 Flop My 北上去曼城访问明星验楼师 Edmund， 估唔到一展开对话就系呢一个敏感字回楼啊，亦都会带大家睇下对楼价敏感嘅苦象。有时去到极左嘅时候，又会喺度谂，即系个社会到极左嘅时候，又会谂系咪即系适合自己咧？有想咯，但系又冇去做嘅。唔系，即系我唔应该话回流。我谂过其他地方咯，即系谂过系咪即系香港一定唔会翻噶啦。嗯，系唔系有第二啲可能适合啲嘅选择？我唔可以话好啲嘅选择，会唔会有一啲比较适合啲嘅选择咧？咁但系 day to day 都系决定喺度。你生活、工作啊、屋企人啊、细路仔啊。咁其實你睇嘅嘢係好多嘅，即係要睇要衡量嘅嘢係比你讀書多好多。你決定要移民或者去決定嚟到曼城，係邊一樣嘢會令你覺得去諗先呢？校網咯，細路仔會唔會習慣咯？個教育係會唔會俾到一個比較係適合啲咯？唔好話好啲啦，適合啲。小朋友的教育咯。咁如果在你自己个人层面啦，即系你都要工作噶嘛，亦都要养家啦。验楼工作以外，你仲会有其他的规划在人生上面？其实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，从来都冇谂过移民，确实，从来都冇谂过离开香港。但是發生了社會事件之後，我想很多人都會想這個問題。我是即是你都知道我是2020年來的，那 LTR 的時候，我是很斬釘截鐵，希望小朋友早一點，不要在這個教育制度下再讀書，所以就即是很斬釘截鐵離開了，就這樣，沒什麼後悔咯，都是。其實我哋以前喺香港都好 well plan 噶嘛，即係餵你做嘢做到點樣就升職加人工，你去到即係某個 point 就點樣，即係呢個好好多大公司或者政府上去到拎過之後咧，我 unplan 噶啦，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冇諗過，可能而家有樓驗啦，其實我冇諗過下個月或者再下個月或者係下年有冇樓驗或者咩，我覺得得諗嚟都冇用。即係個世界變化太快，往往好多你所謂 well plan 嘅嘢 ，at the end of the day， 因為好多你控制唔到嘅因素，都係人哋。嗯。咁所以就變咗係躺平啦，即係厭咪厭，厭咪冇咪冇咯。咁所以其實係成個價值觀都有啲唔同咗，即係嚟到英國之後。係啊係啊，價值觀。是不同了的，even 譬如我們做父母那樣，可能都希望個細路仔正常 academic 那樣，即是 GCSE 跟住大學那樣畢業做嘢。咁其實我越睇越耐咧，我就覺得好像不是咁樣嘅，即係好像呢個唔係一個唯一的成功方法，或者唯一的方法。即係我都同我太太講少冇話，即係其實唔讀大學都好啊，佢讀 MVQ 嗰啲，即係類似香港 Ivy 啊，即係咁呢個其實嗰條 path 都可能係都幾好喎，同埋免費喎，咁即係唔係話一定要係 academic goal 喎，所以我覺得可以即係幾顛覆咗我嘅，依個我哋以前喺呢個讀書都係為咗大學咁，即係但係其實有乜？原來啲本地人讀大學冇，係啊，咁我依份嗰啲本地學家都好啦，咁我好資深嘅做咩嘢？咁佢都冇答幾條啊？呢個 true 嘅，我諗好多喺呢度香港人都知，或者佢同事都係唔係行呢條路，咁所以都幾顛覆到我嘅即係一般香港人嘅認知。所以都接受了这个 mindset 的了，都如果你在这里生活都没办法不接受，而且这个方法可能划算一点。是不是经常都有一些
fans 揾你噶。唔係 fans， 已經唔係 fans 啦，客嚟嘅嗰個。即係 consulting 咁樣咯。我收得最多嘅係啲 inbox 咯，一日都有三封 inbox， 可能俾想問你啲問題咁咯。但係最好笑係，我記得有一個我係 get 翻俾你嘅，就係佢有一樖嘢咁啦，跟住就佢話呢樖係虎象。咪好多人話咧，英國都見到有好多虎象，究竟虎象有幾普遍呢？我哋隨便行呢條街咧，都見到有冇行緊噶。隨便行呢條街都已經是虎象啦，咁我哋一陣咧亦都會教大家點樣去睇，點樣分辨邊啲係虎象。呢、這個就係虎象啦，馬路側跟就有一大堆虎象，其實佢生長嗰個速度都好快啦，隨時可能會係去到其他地方咯，七米咁樣去擴散咯。哦，頭先我哋轉過去嗰邊咧，真係好似成個森林咁樣啊！我哋睇下呢邊。要轉落去嗰邊睇喎。頭先有講嘅就係虎象咧，對於呢一度嘅物業嚟講係一個好重大嘅威脅啦，因為佢真係可以入侵咗你個屋、你個牆咧，係轉爆咗埲牆啊，對地基有影響。OK， 好，就喺呢度啦。呢一棵好大棵啦，見到呢一棵啦，跟住一路行入去，呢啲全部都係啦。日本虎象是1850年代引入欧洲的观赏植物，1886年才首次在英国发现。紫红色的嫩芽，心形的叶，夏天会开一串串白花的。当时花园里面有这种花是 trendy 的，不过100年之后就被列为物业杀手。政府网页都要教怎样处理日本虎象，包括找专人用化学喷雾、火烧等等，务求斩草除根。距离不足一米就有一间屋啦。根本你唔知道佢啲根茎咧系咪已经穿咗佢？屋企附近有虎象，或者甚至系有虎象入侵咗佢屋企，咁应该点做呢？其实两样嘢可以做嘅。第一，其实你可以报警先。咁因为咧，其实咧，如果系 labourer 入，即系邻居个 boundary 入咗嚟咧，其实呢个系 classified anti-social behaviour。第二就系、是你可以揾一个虎象专家。去睇翻個起因係點？如果係真係鄰居入嚟啦，咁就同翻個鄰居做翻個 claim 啦。如果係 council 嘅 public area，for example 呢度係 council 嘅，我有交喺呢度，咁由呢度入咗去咧，咁就告 council 負責翻你嗰個物業維修啦。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清虎象個錢唔係重點，嗰度可能 let's say 4-5000磅 around 我估啦 ，in general。但其實個 devaluation 最緊要，因為你一棵入咗去一個你間屋嘅七米範圍內裏邊啦，咁其實你個物業價值咧就分分鐘唔見一半，甚至多過一半。咁某程度上好多虎象公司咧，亦都會請律師啦，咁就去幫你做一個索償，就係話claim 翻 council 或者 claim 翻你嘅鄰居，因為你唔處理你個虎象，令到佢生咗去我幫住嘅話咧。我的物業就 devalue 咗，就要你賠償翻咯。咁呢個係即係市面上英國本地人做緊嘅嘢就係咁嘅。轉頭會帶大家睇埋大豬草。大豬草咧就對物業係無害嘅，人畜無害，亦都好靚啊。Sorry 啊，唔係人畜無害啊，大豬草咧係真係對人畜有害嘅。雖然佢靚，但係咧你掂到嘅話咧，就真係會隨時會中毒啦，亦都會有啲紅疹啊、腫咗啊。總之對皮膚有影響啦，係啦，我哋去睇啦。千祈唔好諗住同佢打卡。打卡 OK 嘅。我谂住掂佢路边经过啲冇咁大棵，嗰啲可能唔系。嗰个就唔系 dry。但系嗰个就冇。哦。后面系冇事嘅 ，dry 后面先有事嘅。你其实最易分就系上面个冠啊，系好茂盛好大。好啦，我行埋去，新鲜事卒咁。成片噶。唔掂到就得噶啦嘛，系嘛？系啊。大豬草嘅叶，连个叶都唔可以掂啊！是不是啊？未試過。上堂就是話唔掂得。之後睜眼咧，30分鐘就瞓低噶啦。就死噶啦！禁止進入。呢棵都係。
剛才Eason說個女兒都小小個就已經有學了，是啊，有學，要學認識一下究竟這個 Giant Hobbit 是什麼來的。咁因為佢喺個公園嗰啲即草地，呢度好多草地噶嘛，咁咪就係叫啲小朋友喂呢啲嘢唔好鬥啊咁樣。Year two 就學啦，已經有得上呢啲堂啦。嚟到呢度三四年啦，融入呢度都算係叫做順利。我唔知係咪叫順利咯，好快我都有本地嘅朋友，有本地嘅學家咁，有啲even 我師傅都係本地人啦。當然啦，個文化差異係。是一定有存在的，即例如他對同我出去吃飯他很開心，我超喜歡吃 Chinese food 的 Emma， 我今天他最好笑是我上班一個禮拜左右，他就帶我出去吃 Chinese 東西，喂正啊這間介紹你嘛，我要給你OK 汁 OK 汁我是不是差別店，跟住之後我去到我說不如我嗌餸啦，跟住就散叫，跟住很開心，我吃了十幾年 Chai Fu 第一次吃牙膠，即是他們可以吃蒸魚，他們都接受到吃蒸魚，接受到啊，吃過爛蒙添啊。咁除了飲食文化之外，你亦都將一些香港的做嘢嘅方式帶俾佢哋。我諗我影響不到他哋，影響不到咩？我見你頭先貼曬啲咩冇事啊？方便他哋做嘢嗰啲人做嘢啫，但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， 即係喺個齒輪裏邊，我哋唔係一個最 critical 嘅齒輪。始終一個基建裏面有很多個齒輪，咁你我哋一個好細嘅齒輪，咁呢個好細嘅齒輪未必真係喐得到成個機器咯。始終即係一層一環扣一環，一環扣一環。我自己覺得香港嘅同業未必真係可以影響到成個運作喎。始終我哋都係少咗。在你們的行業裡面呢，會不會都有些情況是見到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入行，又或者是你們要交手的那些 party 啦，會不會都越來越重視你們呢？會的，尤其是那些新樓，因為新樓多香港人買，即是site manager會自己重視跟snacker或者surveyor的關係的。我剛剛做的時候可能兩年前兩年半前，我們去到的時候他們挺不信任你，即是他覺得你懂不懂教，即是你懂不懂教，但是現在慢慢慢慢他們都開始信我們咯。但是那時候你已經有個師傅帶著你了，我那時候有師傅帶著我都是跟班咁啊，揸車啊，攞架叉咁啊，真係咁嘅做呢啲啊，靚仔確實是會有少少唔信的，真的會有的，始終他們那個圈子是To be honest 啦，即白人多嘅，咁我就係一個唔同種族嘅人啦，膚色嘅人啦，咁某程度上係會有少少分別嘅，同埋你話個 size construction size 嗰啲，佢哋都會有個尊重嘅，當然，但係都會有一啲 question 就係、是，喂你咁樣叫我做，或者你叫我做呢啲，或者你話我唔啱嚟，係咪假咁樣咯？咁未必我 too young 啦，當時你個樣睇落 too young， 我樣 young 啦，但係我又唔 young 啦，咁但係可能會覺得係即係識唔識教，咁呢個過程都經歷咗半年，都要半年，係啦，咁係交咗好多次手，咁就 OK 咯。都有可能係因為佢哋即係第一次見到咁多香港人去做呢一種嘅崗位，或者佢哋都唔根本就因為我早嚟咧就。咁而家慢慢咁多同業或者行家過咗嚟就唔同啲啦，梗係。咁但係早嗰陣時，2020年、2021年頭、2020年尾有嘅啫。你嚟到呢度係點樣去累積你嘅經驗咧？我都係跟人嘅咋，即係都係去跟啲本地人去做咯，去學咯。咁人工低咋？係點樣嘅？啊？人工係點樣計嘅？正式餅車錢嚟嘅咋？真係㗎，即係不過費事講啦，即係話咧個僱主有冇糧出咁，但係某程度上係好低人工嘅啫，係啊，即係學士人工。我哋嗰陣時四點半就出車啦，跟住七點鐘七點半第一個西入到，跟住你做到一點到就做曬啦，天黑啊，拜天黑。冬天嘅時候。係啊，我係好凍，咁又落雨，其實係都幾吸嘅。一些 surveying 的事實咯，即是 dam 啊、lift 啊那些咯。但是來到這裡為什麼可以成長得這麼快呢？我想谷出來的，即是我自己本身又很鬼喜歡這個，即是
即係唔知點解，即係好中意好迷呢樣嘢，即係可能人哋睇 YouTube 睇其他節目嘅節目，或者睇你嘅 channel， 咁我就睇其他嘢，即係我 YouTube 永遠都係啲驗樓嘢啊、建築嘢啊，或者睇嗰啲書啊，睇下啲本地人寫嘅 report 啊，咁去累積經驗咯。其實都係靠自己嘅，即係好多人都問我，喂，點解你可以一眼就會睇到啲層樓就咁樣？睇個位會睇得到啦，啲層樓就落得的 construction 嗰啲呢波人股漲，咁其實即係慢慢累積嘅啫咯。驗過嘅樓，我諗800幾啦，過千就冇。800幾間。係標標價二手有。呢幾年裏面有800幾，有我 report 都600幾毫啫，咁再加上 snacking 一 second 地唔使用空白 report 嘛，我踢飛我 report 都600幾，加上 snacking 200幾差唔多。呢度啲人驗樓就冇嘅喎，一日一單嘅啫，就因為佢仲要預翻個 hour 去寫啊嘛，咁我哋就係、日頭驗完夜晚寫嘛。是啊，我寫到12點幾啊，慢慢係啊。咁其實個 working hour 食得多好多，不過多得喎。你仲有2年幾3年就即係正式可以入職噶啦嘛？呢幾年係咪都會繼續做你依家嘅工作咧？即係你冇得聽㗎，我成日都同啲同業講，即係講上個，嘿，過一兩年冇樓驗啦 ，AI 係咯，整張相 credit card 啦，話曬俾你知問題，好慢過你嘅真係。又發展得太快，可能啲樓市又往前啦，未必有啲新政策啦，可能轉工黨上場或者其他政黨上場，有一啲唔同，所以就未必係真係話可能可以做過曬，唔會噶，真係到時睇情況啦，好後啊。最後會翻香港啦。暫時冇計劃翻香港咯，探親就會嘅，但係你話做嘢就。我都不知道我做什麼回來。你的行在香港是不是都不是那麼好呢？Construction 是啊，多了很多浸人咯，都火火魚了，是啊。我就聽過最近什麼，我們香港咪三半四半六半七半八半都在來的，香港即是很多不同的、你都明白了。圖裏面寫了會有一個外循環的抽油煙機，抽油煙機側根兩邊都有風出的。下一集我會跟行家 Eason 去驗樓，下一集 Fort Mike 見，拜拜。